正常肤色和红唇直接拍桌上。今天画个阳间生物，这一天天的想摇出个正常人太费劲了。眼影颜色橘黄色，下面瞳孔颜色我塔油吹影蓝色，太好，为何橘黄色顺色？最后一发毛发好了，黄毛，这配色有点像小可爱，让我再添两米，穿上蓝白肚兜显得很时尚。听诊器款式的项链更潮流，戴上白手套非常的卫生。最后再施个魔法，你真的是在玩火，小妹妹。